OK， 冠军十万，总奖励16.5万的拳皇97大奖赛，最后的一刻到来了。那么谁是最后的总冠军呢？一批陶小牙来自安徽，二批吴志辉来自于重庆，首发都是一模一样角色，犹如里亚嘎米。谁能笑到最后？亚军是50克黄金，再加上10000的奖金啊。冠军是25000人民币，再加200克黄金。你们自己算一下。吴志辉现在首发八神被吴志辉的八神现在拿掉了，陶小牙的八神了。哦哟！哇！辉辉现在有点起色了。我一说差不多得了，陶小牙，你的好日子到此为止了。大魔狼危险了，最后这一下血，吴志辉前程果断，复合了一个铁球大破坏头。为什么没有邀请你参加？可能你的水平太厉害了，邀请你呢，他们对不对都没有机会拿冠军了。欢迎大刘。我靠，陶小牙厉害了。陶小牙说，师傅，冠军是我的，10万我的。吴志辉招牌角色神乐杰克，他的神乐杰克号称是97第一神乐，这个你认同吗？我去，节奏没打起来。现在吴志辉神乐杰克技能上来说，陶小牙占有个优势，但是大猪打神乐确实不太好打。如果说神乐杰克这个节奏压制起来，好了，刚才第一次，现在是 S 局了，朋友们，双方的赛点局，谁赢了谁就拿最后的总冠军。哦，神乐杰克里面还有个满血大门五郎，看来陶小牙这边要开张了。这么多的血量，你让陶小牙怎么输？陶小牙是吴志辉啊，当年点不过的，算得上弟子了。石乐杰克继续用这个轻助词、重助词来做一个组合计划，套路他，我去。主播是灰吹啊！哎呀，我是灰吹。我是 K 吹啊，我是 K 吹，我是吃吹。今天晚上的总冠军是灰灰还是陶小牙？灰灰现在八神在已经是拿下对方的首发了啊。看得出来，灰灰这把应该说有绝对的希望了，气势打出来了。陶小牙怎么打？我
刚才这个谢峰没复合上吗？八神还有机会，大都吴志辉准备跟他玩命了，来个狠的，暴气，前冲，这里重拳没出来，被对方一脚蹬在脸上，这么多的血量优势，想要输很难。好呀，抓到对方一个，看来要剃头啊！完了完了，没有悬念了，老铁们。大柱现在就这一招啊，跳 C 跳 CD 站 A， 哎，你不要过来。桃园被摔得满头是包，恭喜吴志辉3-0剃头拿到冠军。